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官爷，全都在这儿了，全被你们买光了。真的？真的没有了，不信你来看好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走吧。哎，哎，走了，走走。哎，华都的小弟，他们全家上下，包括猫狗牛羊鸡鸭老鼠壁虎蟑螂，全都生病了吗？买那么多药干嘛？这几个官老爷一大早就到全城的中药铺，把所有的熊胆全都买光了。你替我看清楚好吗？这帖药方里面是不是有熊胆？是啊，这还是药引子呢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是算。不要看他们。为什么？我猜的没错，他们真的到这里了。嘿，我们跟在汉猫面，在汉姆猪也说打了花了、我们在这里不可以出事啊，赶快找个地方先歇歇脚，然后再寻找高手啊。嘿，快走。韦小宝也该叫一声韦大侠。大宝，你不要揪我了好不好？我今天没空。我只要一天不打你，我就吃不下饭，我睡不着觉。啊！我这个人没什么脾气，你踢我我不生气，但你踢我的脸，我就会非常的不满意。我踩你的脸又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逼我？逼你又怎么样？你逼我，我就现在在这个扬州城，只有我这个大老鸨，以后没有你这个韦小宝。黎明，黎明到。嘿嘿，大哥，什么事儿？刘德华，刘德华到。大哥，什么事？给我打！打！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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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有！再有！再有！啊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啊！你站住啊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回来你！回来你！别跑！这个人这么多人追他，会不会是高手啊？哼，这个年轻人啊，看起来笨笨的，屁股又大，分明一点轻功都不会，怎么可能是高手呢？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好像不错的样子，我们跟去看看。啊！别跑！别跑！啊！不会吧！别跑！别跑！啊！被打了，原来不是高手。哎呀，那倒不一定哦，真正的高手啊，都是凭一个忍字来做人，不会轻易出手的。但是凡是不动手呢，反而会觉得他是真正的高手啊。真的真的，我海达富从来没骗过你啊。哦，昨天前天一个月前三次，前年十一次，还有大前年是十二次。有这么多吗？还有，我八岁那一年呢。站住，站住。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喂，鼻子来了！加油！哇！高手哎！啊，高手啊！别呀！别呀！追！别跑！别跑！好。
住了！我真的发火的时候会有人受伤的，受伤的人是你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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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什么？没看过人惩恶除奸吗？好好好，大英雄啊，你真的是很厉害呀、啊！请问贵姓大名啊？我就是能够在水中连游三天三夜，气也不喘，生吃鱼虾蟹之后面不改色的韦小宝。哦，原来是韦小宝，韦大侠呀、啊！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！他名号很大吗？大，当然大了，江南第一少年英雄韦小宝，韦大侠是吧？你听过吗？听过，当然听过了。我从小就听过你的大名啊。韦大侠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啊，先坐下来慢慢吃点鲍鱼，然后呢，喝杯小酒，聊一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好吧，不用到处找，就到我的店吧。为了尊重你们，我让你们请客。当然当然了，相形不如偶遇啊！大侠，今天能够认识你，实在令人兴奋呐、啊。哇，他好有型啊！两位这边请，太简陋了，不要见笑。客气话就不用说了啊。立春月，哎，这树叶很漂亮哎。哎，多管闲事。一万多尺的地方，但还算精致。我喜欢装潢设计，换一首，每天都做同一首。哎，小宝，小什么宝？干活吧。小宝回来了。老板也不叫一声，你们太皮了。两位，这边请。楼上厢房，哎哎，走吧，走走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忘记，只剩这间最小的厢房。来人呐，都跑哪去了？两位先生坐，我找人来招呼你们。谢谢谢谢，请借过，老板。地震哥哥，一脉溪水千古流。门邀大海，三门峡水万年流。进来。总舵主，糟了，全城熊胆都被人买走了。一定是鳌拜，他知道我中了毒砂掌，所以把所有熊胆全买走了。那怎么办？只要不动真气，我的毒是不会发作的。但是要麻烦你到远一点的城镇去买熊胆。不麻烦，租一头快马就行了，可能要贵一点。你给我的银票可能不太你给我的银票。糟了，你给我的银票不晓得是不是刚才打架丢了。你啊，行了，包在我身上，反正我今天找到一个凯子。凯子？是啊，他们以为我是高手，非常好骗。小宝，江湖人心险恶，要小心呢、啊、放心好了，自从我懂得吞口水之后，只有我骗人，没人骗得了我。喂，哎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在看什么？哎，你把什么人藏在肥猪婆房里啊？连肥猪婆也看上，当然是色魔。你少骗我了，别招惹乱党，让妈担心啊！怕就一起怕，想喝媳妇茶，请等一等。哎，过来帮忙招呼凯子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、大侠，招呼人吧。两位请喝茶。不要客气，自己来就好了。不是要吃鲍鱼的吗？鲍鱼就好了。这样子吃鲍鱼好了，鲍鱼炖鲍鱼。鲍鱼炒鲍鱼，鲍鱼蒸鲍鱼，什么都好，客人吃不饱、都拿来。谢谢谢谢谢，关门吧。啊。姐，好了，不是有事要跟我谈？我们想找你做一件大事。哎，大侠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们两个是宫廷中人，这次是有件秘密的任务，希望大侠你能够帮忙啊。秘密任务，说来听听。说过是秘密任务，不讲也不用整我、啊。不敢不敢，不过事关重大，所以要事事小心啊。我收费很贵啊，多贵都值得。这个娘娘腔瞄来瞄去，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的干儿子。你们两个神情暧昧，我不会当你干儿子啊。不要也没关系的，大侠开个价吧。你坐稳了，请我嘛，起码要500两。
500两。这价钱我们可以再谈啊。哇，太便宜了！哎呀，发达了！立刻答应，不可以后悔哦。立刻给钱。哎呀，好，进去搜。哪一个是老板？出来！我，你是老板喽，替你找。哎，龟哥哥，找你啊，快过去啊！各位大人有什么贵干呢？我们要搜这里，看看有没有乱党。不会的，我们那哪有乱党啊？我们5天来已经搜过100多个地方，啰嗦的人已经死了100多个。那您就搜吧。来，快快快快，去房号去，快！你们谁要搜我房间？谁要搜房间啊？不准搜，快出去！你们哪来的？他是谁？我们是京城人士，他是我的干儿子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我是宫里的大太监海大富，奉皇上的密旨来办事的。哦，海公公，多有得罪，请包涵。哎呀，不知者不罪啊！皇上派奴才到丽香院有一个秘密的任务，几位大人就请行个方便，暂时回避一下。好，海公公，等你办完事儿，我们再来搜。哎，哎呀，走，是，哎，谢谢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慢走慢走。喂，怎么你讲两句他们就全走了？没什么啦，官差就是想多拿点银两嘛，银两在我来说不算什么啦。不算什么？这样子我要你500两岂不太少了？加一点吧。哎，说好500两，你这样子是反悔喽？不反悔就反悔，又不是跟你一辈子。嗯，喂，不要玩这武功，你就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都难追。说好了500两就500两，怎么会反悔呢？哎，好。啊，好轻功啊，大侠！既然你嫌少呢，我就多加你1两，给你501两。多谢。嗯。他们说了几句，那批人就离开了。对啊，那位大叔还说用500两请我上京去做大事。那几个人已到了门口，我听他们的脚步声，就知道是一流高手。根本不是普通官差，没有理由为了钱那么容易就离开。嗯。我都听出来他们的脚步声不是普通的官差，那怎么样？一老一少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不是普通人，朝廷中人嘛，那老鬼自己说的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我。那怎么办？见机行事，不用怕。不用怕，我是九命怪猫。不过可惜啊，我不懂武功。如果我懂武功，就可以帮上忙了。想要我教你武功吗？当然想。来对付我的都是高手，就算教你武功也帮不上忙。不过如果你学了一些功夫，对你还是有帮助的。多谢师父。不要乱叫，你为人狡猾，在我没有看清楚之前，千万不要对人家说我是你师父。没问题，我教你的是独门武功龙爪手。龙爪手？我来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韦小宝就是高手了，你还要在这里跳来跳去的。我怎么知道嘛？我有高手教导很多个啊。我跟你说，跳高手跟跳老公一样，一个就够了。像海公公一样喽。哎，胡说八道！哎、有人打架哎！哎呦，是他、啊。你小老公是不是厉害的 biang biang 声啊？嗯，那是谁后面啊？为什么你走得出这一招？解决你出一招就行了，你服不服？不，
福来呀、啊、呀！叫金鱼姐，金鱼姐，叫好听一点，金鱼姐，你找死啊！叫那么亲热，哎呦，是谁叫你武功那么厉害啊？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这些只是皮毛，不算厉害。但是你为什么用来用去都是只有这一招呢？还有很多招，但对付这种头顶生疮、脚底长脓的小混混，一招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他武功真的很不错哎。是啊，价钱都谈好了，你不要这么多心嘛。好，晚上来试他一次，如果还是真材实料的话，我们就决定用他。这还用再试吗？哎呀，你们女人真是麻烦啊。其实我最近除了研究武功之外，还爱上了字画。是吗？是啊，像是颜真卿的字啦，怀素的狂草，颜那本郭熙日的画，我都爱不释手。自从我见到李白亲手所写的春夜宴松大桃花源序之后啊，我真的是要封他为偶像。你真的是太有气质了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也可以啊。嗯，跟我聊聊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去谈字画看星星。我妈叫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吃饭呢。来啊。好了，不要了。我说真的，我可能很快就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做事。很远呢？男人要有事业哦。当然了，不然怎么娶老婆？好吧，这样子你回去吃饭，我也要回去立春院了。小金鱼啊，马家松聘礼来了，你看看吧。妈，我不想嫁。想不想嫁由不得你，我知道你跟那个丽春院的什么小宝来往，你不听话我就赶你出去。神祖杀神，佛祖杀佛，哼，那就好办了。报告大人，说，有人看到妓院那个小子在市上打斗，用的是陈近南的武功龙爪手。你给我进来。我老老实实的问你，你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啊。好。你藏在肥猪婆房里面的是什么人啊？那还不是肥猪婆的初恋情人吗？你少骗我了，一定是乱党是不是？我被你打的时候就是乱党，胡乱的党。哎呀，今天呢、我经过衙门，门口贴着告示，说是捉拿那个行刺鳌拜的乱党啊，有几百两的赏银呢、几百两赏银？对呀。又怎么样？他们说要是知情不报，就当乱党办了。你知情吗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啊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一定知道的，平常你都是挨打的，今天敢去打人。八成是乱党教你的，教也不是马上就学会啊！你不也是天天打我？这么说来，你就是天下无敌武功高强喽？我是包官。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我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你拉拔大了，你又不肯听我的话，万一出个什么事儿，我下半辈子靠谁呀、靠谁？那当然是靠我啦！如果查清楚他不是乱党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好，事到如今，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觉得没事发生过？靠，你终于承认了，他真的是乱党啊！哎，儿子。干脆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报官，把那个乱党抓起来，就可以领钱了。这样岂不是以后富贵荣华发达到砰砰声了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不是你教我平常做人要讲义气的，这样不是出卖朋友吗？你非要扯我的后腿啊！你不把后腿伸出来，我怎么扯呢？我不管那么多了，不管是为你或者是为我，我都要去报官抓那个乱党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一起出发？对啊，你去告发乱党，我去通知乱党走人。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是不是很痛啊？妈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妈不想你跟乱党在一块儿啊。如果你再走上跟你老爸同样的路，妈会很凄凉的。儿子，你千万别怪妈啊。妈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是妈不讲义气。老妈没义气无所谓，
儿子有义气就行了。走，快让开，让开！对不起，海公公，上头有令，所有人大家都集合，请。怎么办？出去看看。快点，过来。两位公子，有何贵干？滚开！哎，干爹，你看又是他哎。嗯。这个房间是我的，你们两个变变身滚开才对。你是谁？好说。我就是能在水中连续游三天三夜，气也不喘，生吃鱼虾蟹，面不改色的小白龙韦小。哎呀呀！我昏倒了。好，昏倒了更好，昏了我一样要杀。我昏！救命，老哥！好啊！呀！我早叫你不要逼我，大好青年，这样怎么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呢？搞成这样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哎！嗯，呀，哇，老哥，还有啊，继续！哇哟，哇，嗯，哇，天妒英才，真的是天妒英才，你武功已经很不错了。但偏偏碰到了我，太不幸了。哇，我的迟钝拳有进步啊！啊，打中一拳，你那么久才飞出来。哎，迟钝拳好厉害哦！哎，好厉害，哎，好厉害！信他的才算是迟钝呐。辛苦了，我去替你露个脸。啊！救命，南哥！南哥，不动也不行了。变变身，总督主，这个留给武威凤下，让你试一下我龙爪手的滋味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，丹心，丹心。赵汉卿，我不懂吗？谁让你教？你好棒哦！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，你就别说了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哎，高手就是高手，我讲话的跟人不一样哦。我们就挑定他了，不要多疑了。嗯，别跑，站住！这里哪一个人的官阶最高啊？我是队长。厅长，我是宫里面的太监海大富，奉皇上之命在这里办事。这几个襄阳大盗竟敢冒认朝廷命官，所以我命我的侍卫将他们一一格杀。哎，是是是，大人明察秋毫，还不把尸体收了一把火给烧了？来人呐，赶快收尸！是。哎，大侠。真棒，太厉害了！刚才你那几招实在太厉害了。小宝，你干什么呀？混账！小宝是你叫的吗？叫大人。
大人，大人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去拿酒庆祝一下。哎，好，拿酒来，拿酒来。好棒，好棒啊！哎呀，刚才韦少帮韦大人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哎呦，酒来了，酒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让我先敬你一杯啊！来来，我先干为敬啊！大，刚才你那两招真的是。哎，真的！哎，刚才你那两招啊，真的，魏大侠。哎，干爹！睁着眼喝醉酒，第一次看到。看够没有？我是帅哥，你也不需要用那么倾慕而带侵略的眼神来看着我，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哎。我知道你说了好多遍了，你要付钱才行啊！一个装醉，一个装傻，五百两是吗？欠我一两，不要以为我忘了。哎，你有老婆没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娘娘腔！你好凶哦！我就是这么凶啊！怎么样？我好喜欢哦。你含蓄一点吧，你是男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示爱啊？哎，我们后天要启程了，好好准备行李哦。我知道了，拿开。哇，好有型哦！总舵主，吃了药好点没有？应该很快就会痊愈。我想问你，哪来的钱呢？我不是跟你提过有两个凯子吗？那两个不是凯子，一老一少嘛。我曾经说过，看他们的身手，应该是武林高手。为了买药给你吃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杀了几个血滴子，鳌拜的人很快就会来这里。我要走了。总舵主，有事吗？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说吧。收我为徒吧。做我的徒弟就要入天地会。好，我这就入天地会。入天地会就会变成反贼，你不怕吗？怕，不过戏才也说过，死有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，死的应该，死的该死，就要死。今天有幸碰到我的偶像总舵主你，我一定要死缠下去。我真的非常崇拜你，收我为徒吧。就算你入天地会，我也不会收你为徒。不过你有恩于我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学武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让你认识，他就是胡德帝胡大哥。拿着我的令牌去找他，或许他会收你为徒。总比没有好。什么比没有好？韦小宝，你非常聪明，心地善良，但就喜欢投机取巧。这一次把你推荐给胡大哥，假如日后你做了对不起天地会的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宝发誓，假如日后我做了对不起天地会的事，就让我娘吃饭噎到，吃鱼刺到，吃鸡梗到，不得好死。你不要每次都拿你母亲来发誓。我把我娘的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这最毒的事了。那好吧，拿去。什么来着？天地会的令牌。日后有什么困难，见到我们天地会的兄弟，你可以拿出来。你要记住，见令牌如同见我。多谢总舵主。还没吃饭吗？那碗饭留给你的。哦，哇，好棒的菜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你要走了，对吗？嗯？这里有一百两，拿去慢慢的花，收起来。本来有五百两的，但因为委托人家
骑马去很远的地方买药，花了400两，只剩下那么多了。还有1两都给你啊，本来想留一点点备用的，算了吧。我不是要钱的，我是舍不得你儿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你也希望我去了京城以后可以富贵荣华飞黄腾达的吗？或者你是我，你也会舍不得的。切，当然舍不得，但不会太久，我做完事就砰砰声的回来。什么时候回来不重要，要紧的是平安的回来。当然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活生生的回来见你。不过老妈一定要煮一些好吃的菜等我回来吃哦。啊，这些钱我不要，你留着身边用。你傻了，你生了那么正点的脑袋给我，如果我会饿死那真该死。留着私房钱好了，不要想太多。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？是啊，但在走之前要跟两个人见面。小金鱼除了他还有谁？仇人。来，拿好了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啊，喜欢哪个？哎，这个，老板，这个好啊。这个多少钱呢？2文钱。这个啊，2文钱，我买一个了。哎，好。小宝哥也不叫一声，哎，小宝哥，喂，啊，还走？不走，不走。没听到我叫你？怕你打我吗？现在会怕了？你给我站住，不许动。给我站住啊。哎呀，大宝哥，请原谅我。你不用怕，我是真心的。那么多年来你每天追打我，我每天都整你，但是你没有打死我，我也没有整疯你。其实你不讨厌我，我不讨厌你，只不过打惯了，有一天不打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不过从明天开始你没有机会打我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明天我就要去一个很远很远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。 你不回来了？回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所以呢，想请你替我照顾小金鱼，万一有人欺负他，你就要像打我一样打那个人，行不行？包在我身上。好，今天我不还手，让你打一拳留作纪念。来。小宝哥，我舍不得你。不要这个样子啊，我舍不得你。不要这个样子啊，小宝哥，好恶心啊。小宝哥，有很多人在看呢。喂，好了吧，我还有事呢。小宝啊，差点忘记了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，我的自画像，假如你很想我就贴在床头好了，以后不要乱打人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你迟到了。是啊，我知道，我要去找大宝道歉，不然我今天晚上会睡不着的。也对了，我要走了，就今晚。我要到京城做大事，做大事就是要赚大钱，赚大钱就是为了回来娶你过门，娶你过门以后我就是你真真正正的小老公了，好吧？干嘛？
这个玉呢是个幸运玉来的，我带在身边很多年了，你拿着。那你呢？那你要出去做大事的吗？我们女人家带着这个是没有用的，你见到这玉就好像见到我喽。好吧，你见到这只草就等于见到我。我不走了，我舍不得你。男儿自在四方，我等你啊。好啊，我一回来马上生孩子，生男孩生女孩都没关系，我们的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会很漂亮啊。那也未必啊，我那么丑。小金鱼长得丑那还有美女吗？将来我回来每天都要牵着你的手，这里去那里去，坐也牵着手，走也牵着手，吃饭也牵着手，洗澡也牵着手，连睡觉也要牵着手，我要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我们七老八十，牵到我没力为止，我们一定可以白头到老。嗯，小金鱼啊，你回来了，见到他了没啊？有没有告诉他你快嫁人了？他明天走了。这样也好，希望他离开这里会有前途。儿子，你这趟去啊，路途遥远，天气变化大，时冷时热的。我已经把春夏秋冬啊，四季的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。还有啊，你从小到大吃饭用的筷子跟碗，有你口水味道的枕头，有你脚臭味道的被单，杨桃干、扬州特产你在路上吃。另外呢，留两到京城去送人。还有啊，我给你做了20多双鞋子，可以穿很久了。这样为什么不把我从小到大睡的床也带去呢？我也想过啊，只是怕你嫌重，如果你肯带我可以拆给你啊。我最想的是带你一起去。我也想啊，不过我舍不得丽春院呢。喂，你们需要带那么多啊？我们京城什么都买得到的。对啊，京城什么都有，但家乡的东西都有感情的。男儿志在四方是对的，但是做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忘本。记得要写信回来啊。写信？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儿子认识多少个字。画只乌龟回来也好嘛。那有空我就画一两只乌龟回来吧。对了，画姑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孩子的，将来发达回来你就可以好好享清福了嘛。哎，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走走走走了。保重啊，别让人欺负你，我也不会让人欺负的。进去吧，回厨房去吧。小金鱼，唉，凉风有心，秋月无边，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。虽然我不是玉，树临风。谁啊？喂，大侠，是我。什么事啊？你还没睡啊？睡着了。还是在练功啊？是啊，正在练功。那你又说在睡觉？睡着也可以练呢、啊，蛤蟆功嘛。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想你表演武功给我看啊。三更半夜的，表演什么武功啊？那个隔山打牛那个啊。哦，一掌打出去，对面那个东西表面上毫发无伤，其实里面已经被打得稀巴烂了。嗯，雕虫小技吧。我想看嘛。好啊，不过
每晚晚饭后宵夜前中间那两个时辰是我功力最弱的时候，而这个时间刚好是那段时间，你来的不是时候。明天请早，晚安。哎，不要这样嘛，你不行我不会笑你的。我不是怕你笑我，我是怕你叫我还钱罢了。不会啦，一言既出。什么马都难追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贴着你的手掌感受一下你的内力啊？你不要每一次见面都想要占我的便宜吗？我可以说不吗？不行。那来吧，你可以罢工了。哇！哎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你还说什么？你晚饭后宵夜前两个时辰，你会功力大减。大姐，你都那么棒，你真的好谦虚，我好喜欢你哦！你在装模作样，占我的便宜，我就一掌。哦，好嘛，那我去休息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嗯，晚安。嗯。嗯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学会隔山打牛的？